哎，是吧？喝足了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在跑啊？别呀、啊，疼！拽我都干嘛？你们男的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来这种地方不行是吧？一个月几个钱啊？这么破？不是啊。让家里面人放心的事情，你是一件不干。实在不行，找个对象不行吗？大姐，你怎么不找对象呢？我乐意，管得着吗你？那我找不着对象也不能怪我呀，是不是？那怪我？对啊，我这属于家族遗传，没办法。给你遗传到澡堂子来了。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别！哎呦，别打击他！哎，行行，我再也不来了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与赌毒不共戴天。黄呢？哎哎哎！我黄某发誓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别！不是，那咋整呢？你好好发一遍。我怎么做不到啊？